第一团真是不容易啊，那我们来拉一个。爸爸又要叫我练琴，阿东都不能看，要瞧不起我。两遍，棒呆棒呆了，对不对？棒呆了，不要笑，我很努力在拉，乖乖哦，没问题。第三次会更好，我相信。好像能走掉，没关系，爸爸不知道，爸爸在看电视。啊，三遍变好了，哇，好累哦。我来看一下我家的旭春。练琴练得怎么样了呢？旭春，你有没有在练啊？我已经练三遍。我也叫你叫三次啦。练琴不是只有练完，而是要练好。我练得很好啊。哎，这儿子啊，再练给我看看啊。看我的厉害。停停停！你这个姿势要站好，站得这么歪七扭八，怎么练？重来一次。帅耶，要站好。停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啊，要把腮锅要夹好，音才会准啊。重夹，重夹。哇，好酸哦。你看这儿子真的让我很头痛。我教你的口诀呢，大拇指弯弯，小拇指圆站。弓要拉直，不可以僵尸手。你这样怎么以后当上首席呢？我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哎。好，我再练，我再练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你赶快跟我来练习。赶快。